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胆子变大了呀，不怕他们发现。哎呀，我看看你的手。没事的。你也真是的，聂小高万一再使点劲儿，把你弄得皮开肉绽的，怎么办呀？那也比花在你身上强吧。嗨，我一个大男人受了伤没什么。倒是你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人家都站着不动，你干嘛上去应付啊？我在大堂待了三年，这种事情见得多了，已经形成自然反应了，习惯了。医生怎么说呀？需要留院观察吗？你现在疼不疼啊？不疼。一会儿再输个液，大夫说留观几个小时就好了。好。小高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哦，静姐打电话报警了，小高应该被抓走了。一会儿他们要先回公司的话，我跟他们一起回，然后找机会折回来。不用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忘了昨天晚上那个协议怎么签的了。季总，你胳膊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大夫都已经处理完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小图呢？他刚才不是还跟我们在一块儿吗？对啊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小图也在呢。啊。不接电话。可能公司有事先回去了吧。那正好，我们也回吧。刚才医生交代了，说你还得留院观察一下。那饶经理先回，赵经理留下来陪我。恭喜。